我的赖切图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私はジママで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录推荐频道第五集啦。那我们第五集呢，我们来推荐一个频道叫做阿松。那阿松呢，其实跟了我蛮久的。那频道原名叫做又又游戏，又又游戏直播游戏实况组。然后，其实一开始名字叫做又仓啦，然后又改变成又又直播游戏实况组。那现在呢，就又改名称了阿松。然后嗨，就是我今天6月25号的时候直播，陆大哥有来，然后嗨陆大哥不知道阿松这是谁，好啦，那就是推荐这个频道给大家，叫做阿松。那频道连结的话，我会放在影片的置顶留言，那也希望可以大家去多多订阅他哟。那我们就下，我们在这里结束咯，我们下次见了，大家拜拜。影片到这结束啦，喜欢我的影片，影片相当喜欢以及订阅，打开二次铃铛，要求你二次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下一次影片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要是不定时发片直播，还有什么问题用 FB 粉丝团、YouTube 留言区、Instagram 都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，拜拜。